敢在万路门撒野？我便是撒野，你能如何？你魔头，可刚刚那个门卫你都没有打赢过，我那是因为没准备。对付他们，外加功夫足够了。上。 话就放着。从今往后，这个小黑球就是我罩着的人，谁要是想扒他的衣服，我就扒谁的皮。你等着，待我禀明门主。哼，尽管去禀，且看看你们门主是向着你们，还是向着他的亲传弟子。你胡说八道！门主怎么可能收你做亲传弟子？ 不信啊，去蜗蝶问呢。小黑球，走。啊！万路门的煞妖可门，太可怕了，还是像以前一样那么可怕。 万路门一向如此，以前是，现在也是，将来更是。既然进了万路门，就要有心理准备。不是，哎哎，魔头，哎，别吵！你干什么呀？我说你也别不甘心，既然混入了万路门，被欺负也很正常。你可以选择让门外的门徒欺负，也可以选择让我欺负。不过我看你还是让我欺负比较划算。 毕竟我也是个门主，说出去好听一些。从今往后，你就在这儿待着，不准耍花样，安静点儿，再吵不给你饭吃。都机灵点，今天北山主不在，都精心点啊！是。 元杰这个老东西，也不知道跑哪儿瞎混去了，打乱我的计划。我现在还是要赶紧提高我的功法，不然下次再遇到修为高的门徒，我就应付不了了。更别提，我还要杀了小丑八怪，夺回我的门主之位。昨日禁地走得匆忙，那七指地也没来得及去探探。站住！ 什么人？门主特使，昨日门主遗物落在禁地之中，命我来取。没听说过什么门主特使，就是禁地不能擅闯。没见识的东西，耽误了门主大事，小心你们的脑袋。昨日门主徒弟之事，这么快就把我忘了？哎，是礼，失礼，特使请。 那这事儿要不要禀报门主啊？
我也不知道啊。是那两个路过的人说的叫什么来着？哎，你等等，小生有礼。哦，有礼你好。你知道你们这儿有一种药丸，吃了可以迅速让力量恢复到巅峰时刻的那种。姑娘说的是回元丹吗？哎，对，就是那个，在哪儿？在。娘。大姑娘，可别随便跟我儿说话。若要说话，说说你的八字，啊，我看能否跟我儿子结个亲啊？姑娘冒犯了，我娘一直想给我找个媳妇儿，过于心急了。那回元铺再往前走十丈就到了。哦，多谢你啊，有礼。姑娘，你别走啊。这恢复功法居然也要按时间算。现在厉晨岚接管了万路门，又有万钧剑在手，我要捅他岂不得花个三五个月？是一个时辰半个时辰的，哪够玩的呀？等一下。你不能进去。开店的不让进，为什么呀？你账上一个钱没有。什么钱啊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我没一个钱啊？天元前境一扫过，有钱无钱一眼知。就你这副穷酸打扮，还想进我们回元铺？滚！你说谁穷酸呢？啊，你过来！哎呦！你不是上次那个大姐吗？你在这干啥呢？杀人！罪过！杀字口头出，戾气重，不积德啊！冷静！哎，大姐，你干啥呢？在咱们七指地打人，可是要被抓起来的。谁敢抓我？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凭什么说我没钱？这不钱吗？啊！大姐，再叫一句大姐试试。小姐姐，你有所不知。咱们七指地的钱跟外面是不太一样的。怎么不一样？难道你们七指地都是烧纸钱呢？那倒也不是，能进到我们七指地的人都是经历过生死的，走过阎王殿，见过阎王面，方得见人世秘境七指地。我们七指地啊，有自己的规矩，钱财指的不是这个，而是这个心头肉啊，按两称啊，这能隔几两？是品性。咱们这儿有个大元气钱铺，记录着每一个能进入七指地的人生平善恶。你账上的钱就是你善恶的多寡，做善事多钱就多，做善事少钱就少喽。这什么破规矩？你别管规矩破不破，反正就是这样。事实就是你坏，你穷，你没钱。我们七指地有自己的规矩。你要赚钱就必须积德行善做好事，一般人的话做一件好事一千钱，救人一命一万钱。还有大同，我做，只是我需要快。哎，我要是雇人帮我做好事的话，也算在我账上吗？算啊，只要有人愿意以你的名义替你干好事，钱自然会算在你的账上。同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下次来七指地我再来找你玩。
我叫子由。行。哎，我这规矩还没说完呢，怎么说走就走啊？哎呀，我这打工时间到了，哎呦，我可得赶紧。哎呀，做善事这事儿交给秦芷烟，我呢好好修炼功法，到时候双管齐下。只要吃一颗，就给你们1000钱。大家看一看，瞧一瞧啊，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。本店开张大酬宾，新版空空丸，只要你们吃一颗，一颗就给你们1000钱。大家踊跃尝鲜啊！这么好，你这空空丸吃了都有什么功效？对啊对啊，跟我们说呀。我们空空丸乃是七指地独家新品。哦，原来是找人试药。客官怎能如此说啊？别走啊，客官。这位小姐姐，能遇见你，咱们真是有缘。哎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你不是客栈小二吗？一天那么长，当然要好好利用起来了。我打两份工，又不累，还轻松，还赚钱。你们店铺有信誉吗？我们空空铺乃七指地，百年老店，童叟无欺。吃这个有什么用啊？这个药与每个人相结合有不同的效果，或能增强体力，或能增强体魄。那我要是吃了没用怎么办？绝对不可能，我们空空铺乃七指地诚信商家，是官方认证的制药研究机构，售后有保障，吃药无忧。嘿，若有疑问还及时帮你解决呢，快妥，我试试。Thank you.